华人文化里面，就是讲说属龙的，就是会望子成龙啊，最吉祥啊，然后龙宝宝一定会就是非常的有成就。没有成就的、啊，你们有成就的、啊，理事长，叫理事长哎，好好好。然后过年都会吃什么？睡觉。他因为他的形象像元宝，元宝，所以吃了元宝你就会发大财。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12种不同的水饺包法，然后我们里面呢还会塞硬币，所以我看我们今天谁会吃到就会哇一整年。那吃水饺一定要配什么汤？酸辣汤。为什么？那如果酸辣汤你会上？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12种水饺挑战。Hello。OK， 又到我们的备料环节，你今天备料什么呢？今天这么一个人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在数。我们今天的计划是原名水饺。那你的原名元素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它叫什么？赤葱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赤葱加进去在我们的水饺上面。哇，也没吃过，也没吃过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些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比是怎样。而且我们今天只有吃葱吗？没有。还有什么？它准备了月桃叶的那个香气去包装那个水饺的那个外皮。哦，让整个水饺多一层风味在。就感觉好像我吃了就包装。哎。我们待会要准备它里面的那个馅料，那馅料也准备了，它是台式混盐原食，你可以吃到高丽菜的香，你也可以吃到赤葱的美味。有啦，我们还是要，我们还是有上班啦。有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要先准备绞肉，绞肉，然后再来啊，因为要切丝。我高一是要切碎。老公真的是呀，得了哎。这么用调理器？你可以，可以，那用瞬间就好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切小一点。真是感谢科技耶。再切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它真的好熟。所以它的料里面有高丽菜，有蒜头，有姜，加了刺葱进去，葱、蒜、姜，有耶！哇，这超水的啦！哇，好香哦，刺葱味，刺葱味很香。加多少？应该也要2汤匙，因为它没有咸度。你知道，些许再多一点。米酒，米酒要多少？少许，少许。为什么要米酒？可以去那个猪的血。哦。大家知道这个冷知识吗？就是为什么调味瓶后面都有那个纹路？就是当你下不来的时候，它就这样磨它，震动它就会下来了。你揉这个有什么诀窍吗？感情、就是、要跟他说吗？要好吃，要好吃，要好吃啊！怎样看才知道说这个是好的？它的馅料是很均匀。可以看哦，它很黏哎。有粘性，嘘，你有没有？怎么了吗？很像做大餐的声音。哎，很简单的馅料。对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一台。对，睡着喽。所有的外最重要的就是网络要无远佛界，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，在国内在国外，你想逛什么，想查什么，想看什么东西，要什么呢？是不是啊 ？VPN， 像是我现在在日本哦，可能因为受地域限制的关系呢，有些台湾的资讯你收不到，或者你不能收看其他地区的影片，没有关系，我用是不是啊 ？VPN， 而且呢，它很厉害哦，它可以防止供应商或是骇客窃取你的个人资料，非常的安全。是不是啊呢 ？Alternative ID 的功能呢，非常的厉害哦，只要提供你想要的个人讯息呢，就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一组 email 或者是个人讯息，之后呢，在网络上面浏览或是购物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防止你的隐私被追踪哦。而且呢，只要有一个账号呢，就可以在你的手机、笔电、平板、电脑上面做任何的使用哦。而且现在开始呢，30天内无条件退款，只要不满意的话，就会让你退款哦。现在跟大家分享新年独家优惠哦，点选下方链接，输入优惠代码 TOK 就可以获得5个月的免费，超级划算。出国玩就是要用剩下 VPN。姐姐已经示范了一个，你很会包哎，可爱，你真的是有包过的人哎，是我妈教我的，还是我们先学一个你妈妈的？我第一次包水饺，有认真，那就是先取边，然后你可以稍微这样把它拉开一点，那个边边啊可以沾一点水，好的，好了，用100克水加来，料尽量就是加在中间，然后下面这边把它拉往下，然后往上走，然后把它先捏紧，它这里是不是会有？
肉，然后晚上，然后手五口进去，然后就站起来。硬的也可以啊，其实它会弹着。包法，看看下一个。哇，这个，他就先我刚刚那样的包法，先直接压，然后，哦，他这样推，哦、他是这样子，对。哦，不可以。三，小笼包的一个包法，这样。哎、欸，猫的口有点像哎、欸。我知道很像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是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是啊，都蛮像的、啊。你们四个是包一样，可是怎么跟这个影片上不太一样？它的折的很小半、啊。下一个，方向不一样。哦，这样好像会包的很牢，推上去，这样感觉很好包哎、欸。也很像，你说。这个先捏好，把这个直接这样包进来，这样很简单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你的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啊哎、欸，这个镜头越来越厉害，可以吗，陈先生？为什么是同一边？对啊，你看，我刚刚在这里，它是一个 S， 你看到吗 ？S， 好，噔噔，擦擦啦，下一个挑战，好的，先对，要先对折嘛，上去，先一小折。最后再，哇，这样子包起来很好包哎，有哎，有吗有吗？成功了，我有一样，好看哎。那这边呢就是怎么样呢？多料了，蛋，是什么？什么？真是没有包饺子的他，今天拯救你。来下一个。哦，把馅料放中间。馅料不是从头到尾都在中间吗？吓一跳的白眼。而且很简单哎，实际上怎么样？对，三个角压进去啊，压三个角。哦，那快好了，还在拉皮中。不然姐这个要失败了吧？很简单哎。四角哎，多一角。新款难得，来姐不服输，再一次。姐这样，你说这样子，三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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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有天分。中产。但是猪类是真角吧？哦，哎，我觉得这可以哦，这玩具挑战。好漂亮哦！哇哇！没有，是你要先从前面上半段开始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个好难哦！阿米，这是包哪个的？啊，不是照着他的方式包，这有点不对耶。我带他们遇到困难了，怎么办？进来之后先压一边。妹妹，我看你包一次。放在桌上，这样选这样子，对，往上，然后里面这个干什么？里面都不听话、啊，你也放桌上了，我们好像在做什么精工呢？这个跟你前面包有什么差？有吧？有什么？他在的，有一样吗？我们要放弃了吗？这颗怎么那么难？变狗吧。来，输掉一个失败，来下一个。哦，它折一边，它折一边的。小笼包的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先折一边，是折一边的，然后很小块。它先折一圈，然后包小笼包那样。料太多了，姐。没关系。我看 Marco 的 ，Marco 料也好多、哦。我看薛的。啦，来了，我成功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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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你是哎，虽然长得没有很像，但做法大概都一样。这样怎么会呢？这是什么？是
有吧？有有有，也有了。有呢，欧比斯。有哎、欸。龙虾。有龙虾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忘记一件事情，一块钱要放进去。来了下一个新的 offer， 一直推一边，然后走上去，走上去，走上去。我不要再第一个了，好丢脸。推呀推呀，对呀、欸、有那个后面怎么办？要放桌上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好好看哦。怎么扁啊？我觉得太害羞了，怎么那么丑？尾巴先捏一个，好嘞。太焦了，它太焦了。这是什么？可是你的线很多哎。对，就你是很正常的水饺。哎，有啦，有啦，我也有啦，有啦。这前面有点丑，不要看。这是我们的第十种。好了，各位，最后一种喽。太难了，这一切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水饺皮的外围都太厚了，嗯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想办法弄薄一点。啊，你先把压一个直角进去。真的是饺子达人呢，以后就包水饺的啦。真的很好看呢，有肉不会？你好厉害哦！得说八十分有相似哎，看的花吗？哎，你其实也是蛮大，蛮像，不是大花边啦，真的像。叫 Queen of Dumpling。哎，慢慢调做那个圆圆这边好不好？那圆其实就是头跟尾巴再把它捏在一起就好了。是吗？哦，像很贵呢。好了。你不要这样上下交叠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。要乖乖，来看你一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一模模一样样的好呢。哦，一模模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煮水饺喽。对哦，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说要用越烫越放我们的秘密武器，要一点点的。为什么要加油啊？加海龟泥来。有没有牛肉闻到那个专业的味道？有，有香。这是大火下水饺吗？哎、欸，没开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待会他在滚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再加继续。十五分钟吧，十五到二十分钟。那我们在煮水饺的过程中，等待过程中，你要教我们什么？酸辣汤。沙沙牌酸辣汤是吗？是的，没错。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料呢？先串香。吃火锅。我们的酸辣汤备料二号，你要做的是芥丝。所以煮酸辣汤有秘诀，我个人是会先炒锅。酸辣汤是一个很功夫的东西，所以很重要。我现在把我刚刚炒的料全部加进去。嗯。哦，要这样倒呀！哇！哇！哇！呀！放弃乱切了，不是因为它太烫了，所以烫手嘛，都很会烧，变卷了。哎呀，下下去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调味，先加盐巴下去，然后试一下它味道，味道对了之后再加白胡椒，白胡椒是增加它的辣，所以酸辣汤的辣来自白胡椒。增加它的那个味道。哎，颜色很像哎。对了，香蛋花。用那个余温去弄那个蛋就对。哦，好。主就是看你喜欢它酸不酸。
能试不出来。有到这样？自己喝，我真没骗。然后最后放香菜。起锅喽！哇，没有破掉耶，没有破掉耶，因为它的皮很韧，看起来超 Q 的耶。哇哦，那个酱好好吃哦。耶！腾龙翻饺。哇哦！吃饺子喽，我要先喝汤。重点是很美，对，而且都没有破哎。对啊，因为的。来，我们先试试看我们的馅仁就成功。小心点，不要吃太大口，有些怕你中奖。这个很美耶，而且它的那个馅料的调味非常的刚好，而且它不用沾酱就很好吃。嗯，这么夸张？但重点是你在咀嚼的时候，那个刺葱的香味会一直散发出来。嗯，好好吃。它真的是可以沾刺葱的。我来沾看看那个酱料。你的酱是什么酱？葱、蒜头、酱油、葱、一点醋。然后辣椒，我跟你讲，水饺一定要配辣椒。真的很好吃的水饺，讲真的，真的。这到底是谁啦？我觉得这颗很危险，会有偷拍的感觉。小心啊，这是后续。如果你中奖的话，就会望整年龙年龙宝宝会被旺呢。一点啦，我怕我掉半年不付那个呢，质押费用。没有，他没有，大手笔钱喂。来，换你。不会是对的吧？我平安裤。Marco 有吗？没有。刚刚看这个料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事。但它不是健康的。这个很棒的意思啊。那它的料就是要红。饺成功，这摊也成功。我吃了一块钱的水饺，我也成功。Obis 就近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好拉奇哦 ，Lucky Boy。有吗？所以没关系，我靠自己。因为太饱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呢教大家11种的包饺子的方式。我觉得一家人都坐在一起，然后研究这样怎么包，还蛮有乐趣的。那可以一起塞一起，然后一起吃这样子。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要包很多种，所以我们就煮很多颗，所以可能几率就没有那么高了。自己煮的时候就可以试试看，说煮少一点，然后之前放多一点。对，直接放纸抽。然后接下来教大家怎么煮沙沙牌的酸辣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再来试试看哦。今天过年都可以煮煮看。那在这边也祝大家龙年新大运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发大财哦！恭喜恭喜！百吉隆中来，劣吉就是外吉隆来，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，好运隆来，桃花运隆来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哦！我是雪雪，我是瑞莎，我是奥比斯，我是 Marco。好，露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新年快乐，不要晒胖哦！我想说，因为他就长了一副就是很像我的同学的脸，蛮童颜的耶。他的脸还是很丰啊，酒精水肿，童颜剧。哎呦，有没有想知道？他就真的没有。我要先收藏我这个今天吃到的一块。